喂，请问是李二小姐吗？对，我是。黎巴拉是你的朋友吗？嗯，我是他朋友。他被人打了，现在需要送他去急诊室治疗。你是谁？啊？哎，你是谁？小一，你干什么？你要不要脸？我爸还在里面关着，你跟这男的什么关系？你找谁？我找许毅。许毅啊？他回上海了。在北京这么大的地方，想出人头地不容易，而我可以少让他奋斗20年。我希望你是真的爱他，不是在害他。我们这小院容不下您这尊大佛，你就当没有这个女儿，我也当没你这个妈。